20号上午，兰屿的野游滩头海域出现了一对大赤金母子，在海面上演出喷水，要生急浪。而游野国小师生更是近距离看到大赤金的精彩演出。兰屿乡民表示说，老人家说看到大金鱼出现了，表示会有大批的飞鱼跟随而来，代表今年会大丰收。 从网友提供的影片上可以看见，大赤金的母子不断从海面上跃升急浪，溅起了不少的浪花。而在岸上的民众则是看着惊呼连连。台东兰屿的野游滩头海域，今日上午出现了一对大赤金的母子，不断在海面上戏水，让不少兰屿地区的民众近距离地欣赏这画面，大饱眼福。而拍摄影片的严先生表示，今日上午被一阵骚动吵醒，冲到阳台一看，就发现许多的不停的鼓掌叫好，而小朋友更是开心的尖叫。 原来是有两只鲸鱼在海面上戏水，因此立刻拿起手机拍下这难得的画面。而根据兰屿的乡民表示，之前有老人家表示，只要看到大鲸鱼的出现，就表示大批的飞鱼群也将随之而来，代表今年将会有大丰收，因此认为今年看到鲸鱼是个好兆头。记者陈纪麟，兰屿乡报道。